我是即将接任亚洲金控的总经理方明达。方明达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原本下午就想先跟你说。先跟我说，十年有多少机会？你看有多先跟我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好像白痴一样。我希望你大局为重，不要再跟他见面。余震，不担心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有我。三立都会台，周一至周五上9点，我们发财了。